日前，《每日邮报》曝光了一组有关朝鲜上流社会生活的照片，引起网友热议。据悉，朝鲜的富人约占朝鲜整个国家人口的10分之1，他们一般都靠上马出客，开奥迪，驾驶四座的小型客机来娱乐消遣。언젠가 다시 만날까